欢迎大家来到拜托 ATM。 大家好，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。我是乡里 Sandra。 在未来银行里面经过很多现金，希望各位能踊跃来提款。好，今天主题是如沐春风教师的风云英雄会。欢迎各位老师。今天这个都是老师的来宾呢，就是 Cora 了。 Carol，欸，你又不念 Carol。 那你念呢？好， Carol 学姐，你好。她是清华大学跟美国阿肯色科技大学双硕士，然后是线上课程的老师。是，只读20%高分应考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课本不用全部念完，我只要20%，我就会考很高。没错，就是我们考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会教大家的考试策略跟学习方法。那你的书可以在哪一组？你会测题是吗？先测题吗？我们会分析考题，然后教他们怎么样跳脱学习的方法，去抓住考试最重要的重点。哦，就是说比较高级的作弊方式的，就是猜题吧，猜题方式还是要考我。来，不要客气的，谢谢，谢谢行长，谢谢乡里，这个什么高考，我们连大学都没念过，还高考，现在学会不太晚，学活到老学到老啊。怎么样比较省力又读好书，效率又高？没错，应该这么解释吧。我们不一定是天才，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天才的方法变成天才的考试成绩。对，不错，谢谢 Cora。他写学姐，学姐，你的学姐写的好像玛雅两个字。玛雅，玛雅 Carol， 玛雅 Carol 你好啊，你好。接下来叫邱德，邱德老师呢是国文的补教名师，而且他横跨6个县市，32家补习班，25年来，你猜猜看他教了多少学生？多少学生？20万。20万，你是一班150个人哦。对。一起在20万，现在少子化了，大概一班只剩100多。那还没有少子化之前，一个班大概400-500人。400人啊？对。那怎么有认真上课吗？都有认真，因为那个时候几乎自然组、社会组的学生、高中生，他们一定要考大学，一定要采记国文这一科。接下来介绍这一位，我们奖金铁是送给他的。不用考了，直接送奖金给人。你写魑魅魍魉，他还是可以写。对，来一起欢迎李宣宏。李老师你好，他是读材料工程学系。等一下，他是材料工程学系，但是他真正在教的并不是材料工程诶。对，因为我在出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写字这件事情是我的兴趣。刚开始也没有把它当成工作，是后来呢，就是把一些作品放到网络上之后，然后不是你会接触写字有几种呢？一个是可能是家里一个家庭的环境嘛，对啊。第二个是可能自己想修身养性，写书法要有耐性嘛。没有想这么多，就是小时候会爸妈带你去学各种才艺，所以你特别喜欢它。书法就也就是没有到特别喜欢，就。因为一直有保持这个兴趣这样子。那你有特别写什么专长什么楷吗？是啊，对，我比较擅长的是行书跟楷书，我写一段话，要就是在这个对，来这边，这个行长来念念看，行长有两句话：综艺节目新体验，未来银行赚智慧。还行的假贾成年。对，后面是我的落款，贾成年李鸿章，李鸿章，李鸿章，黄立来了，李鸿章就变马关条约了。对，然后上面写 Battle ATM 这样子。谢谢你，谢谢。接下来李威利，也是李老师，威利老师，你好，地理老师，地理老师。这个怎么样学地理比较快啊？哦，地理超难，真的要到处去玩。对，你就是把该吃的吃一吃，该拍的拍一拍，就会记住了。对，真的。来，接着介绍李文成老师，你好。也是李老师，文成老师你好，他是教历史的。哦，地理很难，历史可是他台北大学，他是财政学系毕业的。对对，为什么？我其实，在2014年以前是觉得接受家里的安排，就是去考一个公务员，然后读当时最夯的就是税收啊，然后财政。但是后来我想一想，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历史。我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科目，这样。你以前是高中老师，然后转做自媒体 Why？ 因为我觉得可以。你还问吗？赚得多。自媒体没有赚得多。其实自媒体很辛苦。Podcast 这个在前他第一名哎。但第一名 Podcast 也不见得有很多钱。哎呦 ，YouTube 的流量王哦，哎呦。哎呀，我以前到现在还在赔。所以自媒体不好赚啊。是，应该是热情以及自由吧。没错，然后你可以打破教室的框架，你可以遇到更多不一样的学生，不只是高中的孩子。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层，不管是什么性别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都会想要听故事。
呀。而且李文成会有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他交女朋友了。哎，他一定很聪明，笨的他受不了。有谁是可以说笨的？你这样讲，其他人可以。有的奶大，你就可以说笨。不是，我说他的沟通一定是对方也很清楚。你还说你不羡慕那些皇帝？我没有羡慕，以前古代照片都很丑，好不好？不要，他有自己选择吗？都要跟亲王什么将军联婚呢？那是被逼的，对不对？男生也要被逼着和亲呢，多可怜啊！长得再丑，你都要去用。没错，很可怜。好，欢迎五位老师。对，介绍两位哈，都脸红耳赤的这个专家。首先，超人气新闻主播朱思翰主播，主播好。知名历史教授胡川安，教授好。我今天很想看历史老师跟李老师对杠啊。哦。来进行第一回合存款争夺赛。来，请向你讲规则。好，这一回合呢，银行金库准备了60000元，抢答之后轮流作答，每答对一个答案呢是3000元的奖金，所以60000元呢要抢完为止，或是两个题目轮完为止。这题是由胡川安，我们的历史学专家来举圈或叉，请出题。历史上呢有不同类型的美女，但是古代啊跟现代评断美女的标准也不一样哦。请问古代有哪些形容美女外貌特征？哪些成语啦，或是哪些诗词？我举个例好了，比方说三寸金莲，形容你的脚很小很漂亮。三寸金莲就不能用了哈。对，来请讲吧。威力，威力老师，明眸皓齿。那就要去牙医贴片了。对啊，现在这个大家还是会觉得很美吧，就是眼睛亮，而且以前因为还没有洁牙的那个，所以显示你如果能够好好洁牙，表示你有油钱啊。对，那有钱又明眸皓齿，当然要取回来。可是以前人刷牙，有这么勤劳吗？他没有，他就用那种自然的食物去刷牙。是哦，所以有在照顾自己的眼睛跟牙齿，一定是好人家女儿。对，而且能亲嘴也不容易，你看那么臭。对啊，我觉得教授也是一脸正经讲一些奇怪的话。可是古装那是我们现在拍，以前没有在亲嘴的吧？一脸正经讲荒谬话，以前没有在亲嘴的。哪有在亲嘴啊？以前就生小孩啊。哦，他们见面第一眼就是已经是第一眼，夫妻就是第一眼，从来没看。而且他们规定是不能够结婚前不能看。看到对方的，哦，那个赌注真的好大哦。就是比较宋代以下才有这种规定，其实如果到比较之前的朝代，他们是可以看到彼此的。哦，是哦，可以先约会吗？宋代以下就那种男女之防比较严格。对，因为我最近看明朝剧，他就说啊，我们还没过门不能见面嘛。哇塞，来加3000。好，文成老师。凛若秋兮，这是《诗经·硕人》里面讲到的，说那个颈脖子的地方看起来很像天牛，凛若秋兮。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，因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讲，会觉得很抽象。我们应该说像天鹅才漂亮。哪个球？你讲的是天牛。对，天牛你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哎。一个腿部，然后一个球掌的那个球。我是建议你要讲不要太深，我怕教授听不懂。背头，对或错？这个是对的，但是他的解释有点问题。背头，哪里讲错？请说。尤其是一种昆虫哦，但是是指那种昆虫，它的领子这边像它一样丰润美，就跟白色的，然后丰润，然后又白皙的那种尤其。叫做走心哦，走心哦。不是啊，一定要好好拼一下嘛。对啊，节目才可看性嘛。不是，而且我虽然是历史学家，但我在中文系教书。这两个是讲给你们听的哦。我一辈子没念过中文，但在中文系当教授。哎呦，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但是我说的那个四个字我们还是没搞懂啊。天什么天什么，不是，尤其是一个从部旁在一个酋长的酋，然后在一个从部旁在一个整齐的齐，这是以前古代的一种昆虫。尤其它的特色是脖子很长，不是，就是在讲领子这边的时候美白丰润的感觉。这边这一块这样子，赞赞赞，好酷哦，第一次听到，好深哦，对，厉害，这个才是我们观众想要看到的。所以原来是要看专家嘛。对啊，加3000。
Carol 学姐压力会不会很大？有一点。对，好，因为刚刚有讲到三寸金莲是脚嘛，那我来讲个手，纤纤素手。哦，这个就没什么，不是玉手、啊，没什么典故，就是有趣，就是一个在形容他手好看的样子。十三手里面的纤纤，纤纤素手。纤纤素手，让你能纤着素手，纤纤着素手，扎扎弄机杼。哎呦 ，battle 了，这个教授是没听过了。没有，等他回答的时候我再来解题。真的刺激哦。这老师，秦首峨眉，哪个秦？这个秦是悔字旁，秦始皇的秦。哦，就是它也是一个昆虫，就是它的这个额头特别大。哦，峨眉嘛，峨。就眉毛啊，像鹅的它那个触须，哎呦，很细，叫禽首峨眉。哇，对，以前其实古代会觉得那个禽首是要方正的额头，它不是说像我们现在那种尖尖的，天庭饱满，天庭要饱满，这样其实基本上才会你也要有福气的人。是，为什么美女都一直被昆虫拿来当形容词啊？感觉怪怪。他还说哦，那个触角要这样，我想说，因为以前是古时候只有那些昆虫可以看得到嘛，所以要形容的时候只能从它周边来说什么东西是最漂亮。今天大家说有厉害哦，我听到以前你们没听到的，也算是上课了啊。是的，加三千。女生红老师，我讲一个大家比较听过好了，肤如凝脂。哦，有《长恨歌》里面有"温泉水滑洗凝脂"，就在形容那个杨贵妃的这句那个诗词，说在清华池洗澡，白白的、油油的这样。肤如凝脂，有的。请加三千，也是从《诗经》下来的啊，也是《诗经》里面的，《诗经》里面的这样。对，朱唇粉面。你说嘴巴红红的，然后脸白白的，哦，粉嫩粉嫩呐、啊，对，朱唇，哇，这是怎么像水准、哦？怎么像吃粉肠的感觉、啊？跟粉干呢？粉干，朱唇粉面，对或错？这个我会解错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要朱唇是因为上了口红，对，粉面是因为上了粉。那我们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？是外貌标准哦，不是，所以它不是天生的，是加过工的。对，没有加过工的，所以因为朱唇你上了口红，然后你粉面是因为你上了，那每一个看起来都差不多嘛。教授就是教授，该怎么样是怎么样，就是那个威力也不要难过，不会啊，你是犯了无心之过，学到了，学到，因为你时间太少，因为我不是中文，也不是历史系，地理的啦，他先打预防针了。那我们有没有地理题可以？不是，他太忙了。太棒了，文臣，文臣老师，唇红齿白可以吗？对啊，齿白，对，唇红齿白，如果你是天生的就可以啊。刚才他那个是因为上了妆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去牙医做洁牙，肯定要天生的。我就跟你讲，你不用，你很漂亮啊。OK OK， 对，你是牙齿爆了一点，但是还……哎，我没有讲这个哎，我被压力太好讲。矫正完还这样，你看他以前多爆。哎，我以前真的很爆，我是用了四颗哎。我也看过。对啊。为什么我没看过你啊？但我看林淑荣就知道是你。为什么？林淑荣，你们看他最近的影片，然后爆到非常爆。真的，因为我们家兔宝宝牙，原来你一直觉得我爆牙，你录了这么久才告诉我。不是你剩，你有啦，你说你整过了吗？我才真的，如果没整的话，你可不是很爆。牙在印象里面是聪明的意思。哦，所以那我大爆特爆。以前是聪明，对。所以你以前像牙刷叔吗？有一点哎，有一点。那我就黄飞鸿了。好，这加过没？还没，请加三千。Carol 学姐，我想来一个眉目如画。有。眉目如画。邱老师，楚腰纤细，掌中轻。什么东西？就是腰很细。赵飞燕嘛，这杜牧的，然后赵飞燕刚刚讲掌中轻啊，掌中轻，十年一差28公斤，但是杨贵妃倒过来是82公斤，对，手会断掉那种。那这个诗是杜牧的诗，有的。请加三千，很难嘞。刚刚 Carol 讲到眉，那我也讲一个眉清目秀，有加三千。文成，身轻如燕。他应该，我觉得他比较像公司，对不对？比较像武帝这样，因为他比较是在讲他轻嘛，但是外貌我们通常会比较讲他的。应该是说你讲身轻如燕，大家不会往美的方向去想，大家只会说他身手很好。对 ，OK， 好 ，Carol 学姐，我想尝试一个身材的环肥燕瘦。
哦，环肥燕瘦，对或错？这个我不会给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严格，环肥燕瘦到底是环漂亮还是瘦漂亮？对，因为他是在讲不同的审美标准。其实环肥燕瘦就是杨玉环，这种82哦，那燕可能28，但是不同朝代会有不同的审美观念。啊，比如他不会是，他就表示会有不同的美。所以有容奶大也不行。有容乃大是指我的，有容乃大不是在讲来了，因为我觉得你是来升级了。但是有容乃大是形容他这个度量嘛，度量不是那个奶，你们都常常误会。对，你都是这样讲的。邱德，就我们的乡里的牙齿很整齐哦，哎，齿如护膝哦，护膝护膝，不是那个护膝也是一种。虫子啊，又是虫，对，齿如护膝，对我做，那是什么？这个也是《诗经》来的，对，对，其实为什么《诗经》那么多是形容美人的东西？因为《诗经》就是情歌嘛，对，然后它就是你要求偶之前就要开始形容它有多漂亮啊，对，特别是魏风嘛，就是魏国跟郑国最容易出现这种对审美的评判，对，郑魏之风是靡靡之音，都在讲这种恋爱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是这样，可是以前都没有化妆，一定是。那审美要，以前没有整形，漂亮就真的是漂亮。没有，但是以前也没有 IG， 所以你也看不到真的美的。是，然后就是哎，这个你觉得 OK 就好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古代的人君子很多？因为他是很难入眼，很难入眼，所以这边君子选择不多。请加三千。李炫宏，然后讲一个《洛神赋》里面有讲到。坚若削成，就在讲女人的肩膀的美人，就是锁骨那种，还是瘦瘦的坚若削成，就是曹植的，对，曹植的洛神赋。哇哇，太行长，哪里哪里。可以解释一下吗，老师？这个肩膀没有，他一直有讲说，他刚才在讲，他们那时候的审美标准也是觉得女生的这边其实很漂亮的，锁骨这边呢可以放十个铜板的那个啊，十个铜板，因为能露的地方不多啊，对，所以稍微露一点，你就会开始评判那边的美。可是以前露最多应该唐朝吧？不是露，露是唐朝，不是露露，你总要看到露出来，你们是哪个露？对，露，不是快快准国语，你那个是有点太，什么样？英文也说我不要，中文也不要，那我不要主持好了。别走，别走，你有容乃大，别生气。因为是不是唐朝穿的衣服穿最少？他比较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嘛，他不会男女脂肪界限。他刚刚讲那个大家都包得紧紧，你怎么看出他的锁骨这些漂亮？没有，就是只能露有一些地方，像日本是露颈子，那有每个朝代他可以稍微露一点的地方是不同的，性感的刚刚好。好嘞，请加三千。来，好，再回到文成也不行，剩你们两个了。邱老师继续抢，如果抢不过还有下面一题。哦，对，手如柔仪。柔仪，就是很手很那个很细很嫩哦。柔仪蚂蚁啊，蚁还是蚁？柔仪，它那个仪是一个草字头，草字头的一个那个仪，对手如柔仪是《诗经》的，手如柔鱼啊，这么灵活啊！哎，对我说，对，哦。那这样是形容纤纤玉手的感觉，手如柔仪嘛。它其实以前也就是那种白色的，然后其实刚才大家讲的哦，都是从同一段来的哦，都是《诗经》的同一段来的。其实把那一段讲完，那个这今天这个60000块就发完了了。真的，最好是你看历史老师就停下来了，来加三千。继续，宣宏老师，腰如约束，其实就是刚刚前面那一段。纤若削成，腰如约束，是《洛神赋》里面就连续的。这腰要给它拉起来，腰很细这样子。我们能不能禁止《诗经》跟《洛神赋》在一起？好，没完没了。啊，对我错，对，我有错的，加三千。现在禁止了，教授已经发禁令，不能再讲那两了啊。对，我先把那一段《诗经》讲完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对 对，就是手如柔仪，肤如凝脂嘛。然后还有那个领如游骑嘛。然后再接下来就齿如皓兮嘛。那接下来就是真手蛾眉，就是方蛾。然后另外还有巧兮倩兮，美目，这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所以那本书禁止讲美女的特征就对了嘛。对，他就是求偶嘛，然后讲一个女生多漂亮，然后来看到她很心动。这些全部是同一个女生哦。对，所以你看情歌要写得好，要读《诗经》。对，有懂啦。好了，把你们走逼上绝路了，来，邱老师不能讲吗？我来讲杜甫的诗好了。哎呀，还可以。皎如玉树临风前，这个我会讲，用原来它是形容男的啦。形容男的。
来，是你一个人，李红啊，李先红老师，花容月貌，这个对，花容月貌，我看聪明哦，现在他一个人独揽了，加3000，接下来，接下来再继续，再继续吗？对，一样是花跟月，闭月羞花这样可以吗？我就知道他要讲这个，对我说。闭月羞花跟花容月貌，我不会给他闭月羞花，对，因为他是指说看到他的容貌，哎，他就这个就会那个花就会感到有点羞涩，但不是在形容他的外貌，搞不好还是重到这个外貌，对，搞不好是丑到吓到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沉鱼落雁也不会对啊，因为他只是说，哎，这个吓到，可能不是吓到，没到，故意会掉下来，对对对。Battle ATM, who dares to battle? 哦，拜托 ATM, 谁敢来 battle?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，等你来 battle。